你听说过糖果人的故事吗？只要谁站在镜子前念五次糖果人，那么糖果人就会出现。他身形高大，右手没有手掌，却连着一条钩子。他手段残忍，会用钩子划开召唤者的身体。怕了吗？糖果人最可怕的还不止于此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人能直接看见糖果人，只能通过镜子看到他的身影。画家安东尼对糖果人的传说非常感兴趣，他从朋友口中得知，糖果人曾蛊惑某个女学生偷走了一个婴儿。在一年一度的篝火晚会上，女学生想把婴儿当成祭品烧死，却被村民制服，最终女学生被烧死在火堆里。这个故事让安东尼找到了些许创作灵感，于是他来到传说中糖果人出现的小镇，刚准备拍几张照片取景，就被一只蜜蜂蛰了一个包。安东尼没有在意，他很快认识了洗衣店老板威廉。据威廉的描述，糖果人是一个喜欢分发糖果的邻居。某天，一个小女孩在糖果里吃到了一把刀片，从那天开始邻居就不见了。直到小时候的威廉去洗衣店的时候，看到邻居从墙里爬了出来，他当时怕得大声叫喊，结果引来了许多警察。警察二话不说，当场击杀了邻居。可之后刀片糖果就越来越多，大家明白邻居是无辜的，可糖果人的传说却也从那时候开始盛行。安东尼听完这个故事，果然灵感迸发，他立刻以此为原型画了一幅画，并把它藏在了一个镜子后面，在某个展览会上展出。可其他人对安东尼的画嗤之以鼻，专业的评论家更是不喜欢画作中直白的表现力，这让安东尼非常不爽，而他的不爽似乎传达给了糖果人。夜里，一男一女在展馆里寻求刺激，他们走到了安东尼的作品前，非常不怕死地说了五遍糖果人，结果下一秒女人的脖子就被割开。男人慌张地看向周围，只从一块镜子里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对方用手里的钩子把幕布撕裂，与此同时镜子外的幕布也分成了两半。男人再待不下去，赶紧跑到大门口准备逃走，可大门根本打不开，而他的脚也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勾住，快速朝后拖去。直到男人来到了已经死透的女人身边，糖果人又掐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送去给女友作伴。与此同时，安东尼的状况就越来越不对劲儿。仔细看，这只飞来飞去的蜜蜂竟然摸不到，它是活在镜子里的。看到这只蜜蜂后，安东尼像是魔怔了一样，他开始疯狂作画，画出了几张从未见过的脸，而他被蜜蜂蛰过的右手竟然开始慢慢腐烂。紧接着，安东尼来到图书馆拿材料，却在电梯里发生了意外。先是电梯故障，怎么都打不开，所有糖果掉在了地上。安东尼好奇地捡起来，却被糖果里的刀片划伤，很快有血滴在了安东尼的手上。他缓缓抬头，随着灯光闪烁，安东尼吓得够呛，他缩在角落，却见电梯门缓缓打开，一切又恢复正常。安东尼只能故作镇定地离开。没过多久，展馆血案被大肆报道，安东尼的画名声大噪，糖果人的传说也再次盛行。之前还很不屑的评论家立刻邀请安东尼做专访。在安东尼的蛊惑下，评论家决定亲自去试探这个传说，于是他独自一人来到了洗手间。还在客厅里坐着的安东尼觉得无聊，于是上楼看看，却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变得不一样了，面容恐怖，一只手连着钩子，这赫然就是糖果人的形象。安东尼凑近去看，被自己的模样吓到腿软，而且他还看见糖果人已经站在了评论家身后，于是他赶紧离开，却没看见身后的评论家已经被糖果人掐住了脖子，很快就领了盒饭。经过这件事，安东尼时常精神恍惚，他找到威廉，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糖果人的消息。威廉也没有藏私，原来糖果人并不是指一个人，而是指某个群体。第一个糖果人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，他也是个画家，依靠给富裕人家画肖像为生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作品。可画家却爱上了自己的顾客，女孩很快怀孕了，结果女孩的父亲震怒，雇了几个打手把画家抓住，砍下了他的右手，插上一个钩子，还把蜂蜜抹在他的胸口，让蜜蜂去蛰他。很多人都来围观，却没有一个人救他，最终画家被烧死了。从此糖果人开始出现，那些遭受悲惨命运的人都会变成糖果人。而安东尼这才明白，自己前两天疯狂画的画像就是每一代糖果人。此时安东尼的女友来到了他的工作室，正好看到了糖果人的画像。女友觉得安东尼太过沉迷糖果人的故事，才会变得越来越不正常。为了让安东尼恢复过来，女友打算亲自示范。安东尼像发疯一样毁掉所有镜子，女友终于被吓到了，她赶紧离开，躲到了朋友家里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超过了女友的想象，这五个女学生不要命了，她们决定挑战最近爆火的糖果人传说。五人手拉着手站在镜子前，一起念五次糖果人的名字。在念到第三声的时候，厕所窗户突然打开，胆子最小的女孩怂了，背上包转身就走，剩下的四人则选择了继续。当他们念完最后一次名字时，原来是班里一个经常被欺负的同学，根本不是什么糖果人。四人觉得无趣，纷纷收拾了东西离开，却发现厕所门不知被谁反锁了。走在最后的女孩反身去拿落下的东西，可下一秒她的东西都掉在了地上。剩下的人趴下去看，就见越来越多的鲜血落在地上。接下来糖果人开始了他的屠杀，躲在隔间里的同学戴着耳机没有听到，却从掉在地上的镜子里看到了糖果人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安东尼在工作室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昨天太疯狂，镜子里的碎渣都刺进了手掌，而他的整条手臂几乎完全腐烂。安东尼先到
到附近医院包扎伤口，却从护士口中得知自己竟然出生在糖果人的小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安东尼赶紧来找母亲问清楚，母亲听他提起糖果人的事，就知道自己瞒不住了。其实当年那个被糖果人蛊惑的女学生，她抓走的小孩正是安东尼。那时候糖果人是选中了安东尼做下一个受害者，可惜安东尼最后被救了出来。母亲怕安东尼因为此事受影响，就从小镇搬走了。得知真相的安东尼一时接受不了，转身从母亲家里离开。可刚走到大街上，他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，走进了另一间房。同一时间，女友为了帮安东尼恢复理智，来到了威廉的洗衣店。她刚走进里屋，门就自己关上，女友不得不向门外的店员求助，不料威廉突然出现把她带走。等女友再次醒来，就看到威廉站在了她面前，而角落里安东尼直愣愣地坐着，她的半边身子已经被腐蚀得像个蜂巢。密集恐惧症患者盛开，威廉像是疯了一样把安东尼一只手锯了下来，安东尼却没有挣扎，像是感受不到疼痛。随后威廉把一根钩子插进安东尼手臂里，他要把安东尼变成真正的糖果人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威廉发现女友跑了，他追了上去，却被女友用随身携带的笔反杀。女友刚松了口气，已经不人不鬼的安东尼就追了上来，但他还有自己的意识，所以并没有杀了女友，反而倒在了女友怀里。很快警笛声响起，警察走进屋里，二话不说直接开枪，安东尼当场毙命，女友悲痛欲绝。他被警察当作嫌疑人押上车，车上的另一个警察已经开始编造案件的原委，准备草草结案。而女友早已心灰意冷，她什么也没说，直对着镜子喊了五遍糖果人。下一秒所有警察重伤倒下，女友从车上下来，看到安东尼已经彻底变成了糖果人，他来到女友面前，慢悠悠地说了句，当有权力的人罔顾生命只为自己着想，那么糖果人就会出现。他们是对压抑和歧视的反抗，是对欺压和不公的警醒，希望我们永远都没有见到糖果人的一天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